細個嗰陣時咧，經常睇到嗰啲舞獅隊啊，從屋企嗰個巷口嗰邊經過。哇！當時咧覺得好威風，從小就有一個俠俠夢。我叫做汪振剛，出生喺廣東佛山，經外公引薦進入師門，學蔡李佛拳咧已經有52年啦。仲未到好似係，係咪啦？佛山係南派武術嘅聚集地，學武嘅風氣係好濃嘅。蔡李佛拳係中國嘅南拳之一，手法着重攻防配合，施展大方，實戰性好強。始祖趁兩功與中書張炎。集咗蔡家拳、李家腳、佛家掌三家之所長，先至創出咗今日嘅蔡李佛拳。蔡李佛拳發聲同其他門派唔同，發聲同個動作配合，助威助勢，有五種聲音。出拳嘅時候啊，係一、四。起腳嘅時候咧係，虎爪啊係，打分拳啊個時候咧係，我打出去嘅每一個招式都係由膊、肩、腰胯、腳、手嘅力四合一為合力打出去，打嘅又要快，收得更加要快，步伐靈活多變。每出一招的時候咧，步伐都會跟住變，腳法凌厲迅速，有腳法似流星的講法。獨門兵器咧係攔門寨大刀，刀法大開大合，剛猛有力，舞動需要好強的功力，對敵好有威脅力。蔡李佛拳在對打的時候，他的勢優勢就是很快、很猛、長、練、短打。你擋過一下，我第二下又來得很快的。要偏身對敵，偏身打，這樣給最少的目標給個對方。我不會對打的時候跟人正面有衝突，手隨身動，把腰、胯、膊肩嘅同埋腿力一齊帶出打出嚟，力量更大。練拳最難嘅咧，就係要堅持。你練習得越多，你嘅心得亦也就越多。你一定要將學到嘅東西融會貫通，變成咗你嘅本能，先至有用。咁樣先至叫做出師。我師傅以及各位前輩。一不教為父不仁嘅，二不教地踎漏民，仲經常教導我哋咧做人要正義，錯強扶弱，助人為樂，呢啲係我哋洪聖館嘅規矩。要將武術用喺正確嘅地方，我覺得生命冇得大義，比學習套路更加重要。